下面讲太极拳十大拿法。就此太极拳最高境界为推手，因为推手能校验太极拳的知识正确与否。推手大概里边的经络有这些：第一，旁、捋、旁是向上旁去，捋是向下向后走位捋，挤是以背或者以手向外推出或挤出的称为挤，按以双手向前向后或者是向上向后为按为挤，踩是以自己单手和双手踩拿，就是拿住对方的小背或手或者脚为踩，裂就是视对方的劲向自己身上打来的劲把它裂去到旁边去就为裂，裂为躲开称为裂，所以裂和裂同音不同字。肘是以平面和侧面向对方击击的一种方法称为肘。靠是以自己的肩膀的侧面、肩膀的平面、胯的侧面、胯的平面为靠，胸脯为有胸靠，主要以自己的肋部并且里边有冲击的韧劲能顶住别人你才敢靠。如果说你没有韧劲，你去盲目的去靠去用胸靠，那是自投罗网，自杀行为。这是讲捧、捋、挤、按、踩、裂、周、靠。下边还有腾、闪、这、空。腾为跳摇或窜动或者蹦起都为腾，闪为躲闪，为躲闪，这就是对方的劲走的时候从这回去或者自己的劲打一个回劲就为这。空一方面是对方摸不着自己为空，还有一个就是很巧妙的吞劲为空，是对方看到有形的自己这里突然有形，如果对方突然推来突然你松去突然他没有了，这个就为空。有擒拿摔打，擒有双手为擒，单手为拿，擒拿摔打，摔就是像把对方跨起背起或者说将对方举起向下方摔下就会摔。打的讲法很广，一个可以讲就
就是直接打去了，这个就为打。那么像点打，啪，这为点打，内硬打。用肘打，啪，这个就为点打。那么长径打，就是可以运用红固，突然向对方宣去，这个就为长径打。所以旧社会所讲就有短打之讲，这个就是短打。粘连粘水火，我认为普天之下练太极拳的人都懂得粘连粘水。粘连粘水实际上是推手的初级阶段，那么到高级阶段就不能用粘连粘水来概括推手，因为你粘不住，粘不住，连不住，那么就必须得用别的径路来破解或化解对方。他不在粘连粘水之内，所以在和别人交手的时候，如果对方来势凶猛，我可以用推进把对方推开，也可以使自己能够适当的后退，这个就为推。拓就是用自己的劲将对方托起，或者将人托起，使他本人的劲没有折落处，就为拓。带用自己的内劲将对方带起，如果对方以凶猛的劲向我扑来，我可以突然将他带起，然后呈三角劲直接打下，就称为带。领顾名思义是从低处往高处走，领他叫领。当一个人来打我的下三路，我可以以高劲向他领起，然后将他扔出或者打出，就称为领。推脱带领以后，有掩盖对吞。如果对方向我用乱拳打来，自己粘连粘水用不上，自己也没有找到对方的缺点，那么就用眼镜来破。如果对方用拳向我乱打来，如果我没有很好的办法，那只好用眼镜。你看打来打用，对对，这个就威严，再打再打，哎，这个就威严，再打再打，哎，这个就威严，这个就威严。如果我们看到了他的缺点，那突然就踩下了，那这个就很厉害。所以这个眼必须得有很深的，也有很深的功夫和想法，自己弄必须得弄好。盖就是把自己的劲盖住他的劲，不叫他的劲为来上腾，为盖。好像我们两个人在推手，他劲很大，我这个劲必须得盖住他的劲，盖住他的劲就使他的劲不能上腾来打我，然后突然化去，然后用劲，然后突然打去，这个就为盖劲，实际上就为盖劲。对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你出什么招，我出什么招，这就为
对，你向我用右拳向我击来，或者用，就或者说向我脸部击来，我现在就用右拳向你打去，这个就位，对，或者说你这里打来的向我打来，我这里把你挡开，这个就位，对，吞，就是两个人在推手的时候，使对方摸不到自己，并且在旧社会，老人们讲为吞劲。那么吞劲讲怎么讲呢？咱们讲一个菜拿，如果对方以他的双手向我推来，用劲很大，那么现在我就这个劲就叫吞，那个一愣，这个就叫吞住，这个劲很大，那个把手都给你吞到肚子里，然后就能给你弄坏，哎，所以讲这个吞劲也很重要，或者说他推来的时候用劲，然后突然这个就叫吞劲，一吞，啪，他就闪空了，这个就为吞劲，这就叫掩盖对吞。缠绕转空，缠是粘的一种，继续就是在推手的时候尽可能使自己不和别的人分开，是他门出法境，这个为缠。绕是用于闪手，如果对方劲很大很猛，我没有能力去对抗，那么必须得用绕。绕呢是还带着禁忌的作用，如果对方向我胸脯打一拳，我就用绕劲，这就为绕，然后以点拳也好，或者是打他也好，就可以使对方受伤，这为绕。转，转是很微妙的，转就是使自己用很巧妙的办法，使自己的劲转于紫外，使对方摸不着自己，找不到自己，这样子为转。如果说我们在推手的时候突然变了步幅，突然跑到这里了，转到他的背后了，那突然又转回来了，又转到了这边了，这个都为转，这个不是粘连粘随能够概括的。空就是要以前缠绕转空，就是为了是对方摸不得自己，所以他才会挨打，自己才会得势，也叫我奋人背，也叫我奋人背。所以太极拳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我奋人背，我奋人背对方才会挨打。如果说硬碰硬，如果说你用别的办法，那都不可能来代替。下边又讲抖、个、结、整。抖打人如抖某，或者说是打人的时候不能处半秒，甚至有的半秒的半秒，如果你出了半秒的半秒，那恐怕就要被人治。我们从当前的武林风上你也可以看到，打人的时候必须的要快，并且要抖毛，像抖毛一样，那个鱼打鱼的鱼人，他在打鱼的时候就是那个毛啊，就是往下抖的时候，就是啪一下下去了。所以我们打人也必须得像抖毛一样，
来打。我们现在得住了人，那么我们要用第三路机打人，或者说是用别的粘连粘阻机打人，不，我打住你了，这个能打住打不住，这个你是打不住的，所以你必须得快，像斗毛那样子，就是啪一下一下子都下去了，这个就叫打人如斗毛。劫，什么叫劫？劫就是要快。如果你这一拳打得慢，就要反受其害。我举个例子，如果我们两个人在打擂，如果人家这个拳啪打到你的脸上了，你怎么办？你还走话吗？是不能走话的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必须得快，快不等于不走话，走话了不等于你就快，所以快是第一重要。当他的手如果打来，我这个手啪一过，这个拳头就可以打上，那他就没我快了。所以讲，第一要快，个意思就是你出啥招我出啥招，然后抽出空儿再打你，这个就为个别的代替不了。所以讲，他也是为太极散手里面所用的术语。对方在我胸部打一拳，我这就为个，我这就为个，然后再打上，这就为个。所以个很重要。如果对方以腿向我踢来，我踢，我就搁下，再打，再踢，再踢，然后我再打，然后这样就会，这就为个。如果没有这个格劲，你推也推不好，打也打不好。整就是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要丢掉太极里气要整。打人首先要脚到手到，脚到手也到，打人如吹草，手到脚不到，打人不得妙。所以讲太极拳这里不光光它有一个招式上的传承，并且它还有打法上的传承。所以你每一招每一式不光光是在练架子的时候气要整，并且要付诸于实际。什么叫付诸于实际呢？有些人练拳练了几十年，如果和一个人去搏击，一块砖一个匕首，你马上就会跑掉或者被刺倒。那样第一是你学艺不精，第二你根本不懂得武术。太极拳也是武术的一种，所以它必须得应有武术的角度，只不过在练法上不一样而已。这个就是太极拳在进行推手或格斗时所用的术语。当我在福州市教拳的时候，曾经听到福州的人这样子讲，就是陈家沟那个地方不敢去，去了以后就断胳膊断腿。我想这种说法是对太极拳一种不公正或不好的讲法，因为太极拳是一种武术，它不像现在改的24、42或者是什么架子56，这个都是在残酷的
打法和技击。背，现在人们为了健康所代替。在旧时，太极拳里有十大拿法，十大拿法以后，你浑身都被拿遍。所以，太极拳十大拿在50年代、60年代、70年代，有一些老师还能叙述或讲解。90年代以后，在社会上对十大拿的讲法已经很少或没有，所以太极拳十大拿，今天我在这里讲个大概。如果能够学好，做到抛砖引玉的效果，我觉得学好太极拳有很大的帮助。第一个就是拿头，如果对方向我击来或抱住我的身子怎么办？自己没有解法，就会被人摔倒，受到羞辱。在太极拳推手里，也就叫用心不精则受辱。用心不精很广义，有谁把自己的荣誉轻易的败坏给别人呢？主要是自己对手法不懂。所以太极拳十大拿是很少或者说必须得讲解清楚。第一个就是拿头，如果对方将我包住，我要不解脱，那么就会被摔倒。如果他现在用劲，我现在就以拿头指法解脱。在旧时也叫撇羊头，对方两人来将我腿搂住向上抬起，我如果不能尽快的将对方的头拧动，使对方不能招架，自己就会翻受其害，就会翻受其害。所以拿头有许多种拿法，这里只讲解这几个，对大家有一些启示而已。第二，拿颈动脉，如果对方将我搂住，我如果他的头如果拱住了我，我现在拿不住他的下颌，所以就必须得来拿他的颈动脉，有两大拇指摁住他的颈动脉，突然用劲，啪！突然用劲向对方的颈动脉摁去，就会使他窒息，甚至于感觉到很大的压力，他将你松开，松开的同时自己加劲就能将对方打倒。颈动脉在自己咽喉两侧两指的地方为颈动脉，如果你两个手拿去，那是很不得劲的，这就是颈动脉的地方。如果他要抱住你，首先你这个劲必须得别住，你不能说你这个身子仰起来他就会把你马上抱起，如果说你别起来他要有个时间，所以你拿他就
有一定的功效。如果你不这样子，就解不开。如果对方头抵住你的胸部，然后来把你弄住，现在你用什么办法来解脱？那么只好以手来托他的咽喉部，然后突然难去，啪，向他推去，他就会倒地。 这个都是危险动作，在演练的同时和使用的时候，一定要慎重，不要把弄出问题。这是第二拿，第三拿，拿手。拿手的动作很多，从推手里讲，一动就有拿法。如果拿法你没有过关， 你和人推手是一个笑话，拿住你，你怎么过？当一个人摆住他的手，我向他推手的时候，那突然变定这个就拿住他，很快就会把他拿倒。所以拿手很重要。你看，这是一种拿法，这个拿法 叫直索拿，如果拿住，非常厉害。学的人你可以试一试，你要叫人家拿住，你就会喊爹叫娘。如果你不注意，就是五指就会断掉，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。如果到这里，我突然遍步到他身后，然后突然拿下，这个非常厉害。 那么，如果你没有经过练拳，也没有经过什么锻炼，如果被拿住，马上就会丧失抵抗力。这个也叫翻拿手腕。再一个就是翻拿小背。如果两个人推手到了这里，这个时候擒去，擒舌头， 就好像你这是一条蛇，如果我先抓住你这里，然后手再抓到你这里，如果进行卷拿，然后这个是非常厉害，折就是拿小背，左右解渴，翻过来，翻过来擒舌头， 然后突然拿去，这个也是非常疼痛，躲不好躲，哎，迅速的向对方的身子卷去，他也就很厉害。看，这下边套住腿，然后他浑身都会卷曲，翻拿小背。如果两个人推手 到这里，突然变静，向对方压去，就会翻拿小背，翻拿手腕，然后突然截住，然后突然下来，然后你看，突然截住，你看拿翻，跳跳。 翻拿小背，再一个就叫背部的拿小背。如果两个人推手到这里的时候，突然抓住拧动它，然后突然背到肩上，这就叫背部的，这个很厉害。如果要真正弄住，胳膊马上会废掉。这就是拿手背。 第四拿为拿肩拿旋，如果两个人他放手向我进来，向我突然变劲，抓向对方，突然抓紧，狠抓。如果抓紧，拿着他这个肩骨，啊，锁骨，这个就可以拿住。
甚至于抖动就可以使它倒地。这个就是拿肩，再一个是拿肩旋。第一，他如果向我不管用哪个拳向我胸部打来的时候，我突然变劲拿他的肩握旋，这个手一定要向上顶为肩握，然后下套步突然啪，对方受到很大的创伤。再一个，绝背也叫拿肩之法，因为它和肩紧紧的相连。如果推手推到这里，突然上步形成三角镜，然后以右手带动，然后突然向下，也叫拿肩。如果当对方照我胸脯打来，然后以右手向他的肩部，然后右腿收他的右腿，形成三角，所以突然拿去就叫拿法。下一个拿手旋，合谷旋，向人推手或者是手一破，这个合谷旋在针灸上讲是直接能扎透，但在武术上它是贴着这个骨头。如果说你要突然向对方没有准备，如果突然拿去，他就会很疼痛，并且会胳膊会麻掉。这就是拿合谷旋。第五拿肋骨，在厦门一带称为排骨，这个主要是很残酷的一种拿法。如果你要把它练得很神秘，如果被拿住，那是非常厉害。为什么叫拿排骨呢？为什么叫拿肋骨呢？主要就是，如果对方向我放手打来，我突然用隔镜或者是用三角镜向对方分开，是这样子分开，然后是自己的镜脱离他这个粘镜，然后突然以双手抓向他的肋骨，一用劲抠进他那里，所以要快，一定要快，只有快才能够解决问题。你拿慢了，他的气就会用劲产生滚动，你就拿不住。只有不背的情况下，这个拿法才会产生效果。所以拿肋骨是抓筋反骨，很凶猛的一种招式，也是慎用。所以有些老师慢慢的不教，有些学员他也就不知道，渐渐的就会失传。这个就为拿肋骨。下一个拿胯，胯大家都知道这么肥厚，怎么去拿？其实作为练武的应该知道它的软处。拿胯有几个地方，一个是腰，腰是为肾，也就是命门的地方，不敢被拿，拿着轻着重着废命，轻着受伤。你别去练拳了，如但一旦被拿，终身残废有些。如果对方向我一拳打来，我会突然上步旋到他的身后，以手打住他的腰，突然点拿，这就为拿腰拿胯。然后小肋
在这里，小乐在这里，突然拿去，这个非常厉害，拿住肋骨往上僵硬一颠，那你就废了，肋骨就会断掉，那就会废去。所以拿垮的地方是非常厉害。再一个，垮的内侧为练不到的地方。我们举个例子，猪两三百斤，你如果去拿它的背部，没有什么可拿。即使你练得很好，除了会点旋，能够点中猪，他害怕以外，剩下练拳的人没有办法，就让你去打。有些很成名，但是对拿点不精通，所以他对这个讲不通，也讲不透。人的短处、垮处在哪里呢？在腿内侧。如果被拿住，你就会疼痛，所以拿腿内侧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。如果推手也好，或者散手也好，如果对方以一拳向我打来，我以右手截住，迅速的向他的裆部的挨着胯的内侧突然抓去，他就会非常疼痛。那个地方你们可以睡觉的时候做一下实验，叫自己人抓住你那一点往上去狠劲的一拿，是非常疼的，那也是非常厉害。所以这个拿垮也是非常少见，并且有些老师也没讲到的地方，这就是太极拳十大拿的地方。还有一个就是错。什么叫错呢？当一个人来打我，一打错，我突然以双手扣住他的腰，突然拧动，他就会错他的身子。如果说他要是不倒地，那么他的腰就被拧动，那么拿下去就是胯与腰这一点就会有拧动。有些人不是得了这个什么这个腰肌劳损呀，什么疼痛，所以我们他很健康，但是经过我们加重力以后就给他拧动，一旦被拧动，那就很不好讲，你马上就会倒地，也可能变为残废。这个腰肌的地方，两个手卡住，突然以很快速的时间就是啪声拧动，如果他不拧动，下边站的开始的步子的人就会拧上他，就会拧上。所以这个就是拿垮，通称为拿垮。拿气，如果人家在站住或者是屈膝，你就没有机会去拿。如果他在踢打你，或者说是在站住不动的情况下，完全有机会去拿他的膝盖。膝盖的拿法是很残忍的一种拿法，就是需要力道。如果我们练太极拳，把太极拳认为成修身养性，那么你每天不过就是练练力，但是真正在使用当中一定要注意拿法。如果你的腿像人家一踢，他以右腿向我突然踢来，我突然搂住，然后他用自己的功力就食指突然抓住这里，你试一下，自己的膝盖都可以拿住。如果展开，如果真拿住，然后他就会很疼痛。膝弯是
胃中一带它是非常软的地方，不能被打也不能被踢，如果踢住你就会突然软掉，所以这个地方也不能被打被拿或者被踢。它这个地方就在这一块，就在这一块，如果这个腿向我蹬来，如果我运劲于右拳，然后突然向这里打去，他这个腿暂时就会失去防御或者使用的机会，他就会受伤。所以这个地方运劲如拨裂钢，必须的拳头的过硬，不硬你就不是练拳的。哎，所以在这里要很准确的打下去，就是一啪打下，它非常残忍，所以打的时候要准要狠，拿第九拿裆，拿裆是个威胁的动作，一般不是自己亲近的人不要去试验，因为他要出人命或者说是重伤的事情。他主要的用法主要有这一个是推手礼，到了这里突然变成五行步，这就是五行步，然后突然向裆部抓住，我抓你就倒啊，抓住，这就叫拿裆。如果你被拿住，你说你是跟谁学的也没有办法，他救不了你的命，这就叫拿裆。在这里只简单的做一个狮子而已。第四，拿锯。当对方向我蹬来，跑步蹬来，蹬，我突然拿住，倒下锯，对，这个拿锯主要的拿得准，退要退的是死。如果这个脚如果向我蹬来，我突然以小背别住，然后以两手拿住，然后突然拧动，他就会疼痛倒地，然后向外呢，他就这样子，这个就会使他受到受伤。有句古话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实际上用得好不光光能拧动大腿，并且他要硬抗就会把他腿拧劈，膝盖以下就会拧断，所以拿锯不可小视。再一个，拿锯有点拳、涌泉拳，对。然后我以右拳向他的脚心，然后用最大的力气，然后突然打去。如果被点中，他也会受到内伤。所以他是非常厉害。太极拳十大拿，总的讲来，已经离开了人的全身。虽然有不同的拿法，但是他都为太极拳十大拿的繁卫。太极拳十大拿是学太极拳的人应该很好的研究并且付诸事实，只要能够把拿法弄好，然后你才有资格去向人推手。如果这十大拿你不懂，你和人家谈什么武艺，论什么高低，谈什么推手，都是一句空话而已。再一个，太极拳除了粘连粘水，主要竞技在于三角。三角分里三角、外三角。里三角和
外三角的详细理论，在下边演示。